选举起跑日，国民党出招，而民进党回应表示，现在美猪开不开放还言之过早，希望对手不要因为选举操作议题，并也强调民进党维护国人健康的立场态度不变，绝不会牺牲国内猪农权益。蔡英文主席一再明确公开的表示，开放美猪问题言之过早。蔡主席到美国并没有具体谈到美猪的问题，反倒是朱立伦在美国访问时曾公开表示，如果周边国家对美猪议题立场一致，台湾也没有立场和别人不一样。但是回到台湾后，却说不能拿其他国家标准来做台湾的标准，立场前后不一致。朱立伦或许真的在乎国人的健康，但急着给蔡英文贴标签的做法，让人感觉他更在乎的是选举议题的操作。我们再次强调，民进党对于维护国人的健康基本立场态度很明确，我们绝不会退让。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报道。